最开始做画那个五指山是五指山的代表，我回家嘛，然后家庭就是很矛盾的东西，然后就感觉可以保护你，但是它会让你就变得还蛮无聊的，然后就很像五指山。后来去当兵才觉得就根本就是更惨，然后我那时候才把那个山把它画在人的身上、头上啊，因为你是不自由生活。借由就是生活中做同一件事情，但是体验完全不一样，那样子就是画出它差别，把它分成很多个小节或是细节，然后再放大去做。我在当替代的时候，那时候我都要帮忙倒垃圾回收，然后我们单位有很多那种废弃的工，他都把它就是弄成碎纸，从那边 A 回来工作室，有点像半雕塑那样把它做成山。我还想说那个山可以就是给观看的人直接去看，不要只是去看这些打卡资料这样子。